亮科技是全球唯一拥有纺织染整智慧制造总体解决方案的设备供应商。艾迪达的客户里面有70%以上的布料供应商都是使用我们的产品。我们擅长根据客户的一致性的规格需求来量身定制专属的染整厂规划方案，协助纺织印染业者做出最智慧高效的生产决策，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目标。我们的产品有80%以上都是做出口外销，全球外销我们有50多个国家。公司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只有产品没有品牌是走不远，所以我们算是蛮早就有品牌的思维。只是当时我们会以为有产品有 logo， 然后有一些视觉的标志，我们就以为那个就是品牌。但是后来随着时间对于品牌知识的累积，再加上品牌计划里面的老师对我们的指导，我们才知道打造一个成功的品牌是需要全方面的去规划跟考量的。我们刚开始在做品牌的时候，确实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在做内部的沟通，从刚开始的品牌诊断里面的找定位、找核心价值等等的内部盘查，确实是在内部做了很多的沟通，然后来收集大家的声音，在内部让团队去确实的去理解我们的品牌的内涵，到认同我们的品牌，其实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内部也有一些机制，让团队的日常能够跟我们的企业文化是融合在一起的。当然这需要一点时间，也是必须是持续性的。参加这次的品牌计划之后，让我们在目标市场里面的整个品牌知名度被大大的提升了。品牌计划这边的老师给我们专业的指导，让我们对外的所有的品牌的沟通，包含是数位上的或者是实际的活动的规划上面，都让我们的品牌识别整个就是一致性，让我们的品牌识别度增强了很多。那这对于我们在市场推广的上面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很多的竞争力。我们相信只有产品没有品牌是走不远的。那如果你是一个好的品牌，别人就一定会来找你，所以一定要做品牌。心态的准备上比你知不知道怎么做品牌来得更重要。首先必须要有的是决心跟耐心，因为一个品牌要建构下来是需要很多面向的考量。品牌计划里面也有很多的专业的老师可以给我们专业的资源，来协助我们从头的去打造我们的品牌，经营我们的品牌，为我们企业的美好未来建构一个很好的基础。